说旧瓶可以放新酒，放进他们这个新的元素，感受一下它的变化会是怎么样。改编金曲，决一高下。还蛮颠覆原来的编曲，再加上这一支疯狂的唢呐，有竟然把我们唱到 sexy 都出来，太可怕了！真的那个情绪很浓烈，这个改编我自己是很喜欢。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，如果当时问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上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个台风的岛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？那个是疫情前的岛。对，疫情前。结果后来你有飞出来吗？我没有。你所以你困在那个岛上。那你先弄好了。你先飞了。我为了要弄那两张机票啊，我一个人大战三十几个人。我们因为那一场演出很特别，我们这些这么巨咖，巨星大咖，开演唱会的咖，结果我们的观众就是这三十几个人。对啊，那大家赚到了。我跟着我助理，就后来只弄到一张可以直飞台湾的，另外一张要飞香港。那后来我就说，那怎么办？就非得要这三十几个重要 VVVIP 里面，要硬抽出两张，拿出两张。结果他们说，好啊，来啊，来跟我们喝啊！我一个人大战三十几个人，我喝到吐在港龙航空，再次道歉。就是你喷泉的那一次，喷泉，而且我那个吐是什么？我那个吐是彩虹吐，彩虹吐。我们还是在那边躲港龙航空公司，你躲台风躲了几天？港龙，我躲了一个星期才走啊。那我这彩虹吐个滑的啦，有价值，吐的有价值。故乡演唱会来了，未来是2.0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2月25号。在小鸡蛋，快了，小鸡蛋，对啊对啊，那这因为这个演唱会其实本来疫情前就要办了，哦，是是是是，
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是整个巡演，全世界的巡演全部取消了。对对，那现在好不容易开放啦，台湾就开始，我的就变成我第一站啦。太好了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我们这个台北小巨蛋2月25号，2023年，也就今年了。今年了，你不要去买8年后的。不要，那真的是未来，我应该退休了吧？8年后会买到我的告别演唱会。不要再乱告别了。是是是，今天我们几位这个艺能界的这个新朋友都很会唱，新秀他们要来跟你挑战，来吧，讲真心话，真的是致敬，挑战不了，真致敬，真的。但是就是说这歌哦，有些人家说旧瓶它可以放新酒，嗯，放进他们这个新的元素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变化会是怎么样，好吧？期待。到时候如果说有机会的话，你看像 Musa， 哎呦，这个是全台湾现在花最多钱的艺人，哎呦，他的他到底砸了多少钱？花钱的人在这边，对对对，他对一张唱片就花了8-9千万，这样的一个签我签我签我，直接你直接到小房间去，我唱片公司缺董事长，你要不要来？对呀，因为没有真的缺商啊，后面那是是你们的孩子。来过来，来踩班子，有啦有啦，很可爱。我以为说是哪位妈妈带4个小朋友，哇，在那准备要来看演唱会。辣妈团，辣妈团，真的都非常年轻，连小朋友都来了。对呀，年轻到这个这样，年轻到这个程度。对啊，我今年要当阿公哎。哎，你觉得今年呢？对，在几个月你就是阿公了嘞。对，可能您看到播出已经当阿公。哎，阿公，阿公，对呀，我们是同学。对啊，你是阿公了。对啊，啊，你要努力一点，继续。我来，我没胡啊。啊，不会来试试看嘛。没有困难，因为他现在还想当爸爸。现在很难开门，然后放进去 ，OK 了。什么都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什么都不可以，可不可以？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对呀，多希望看到小阿哲也能像你一样唱歌，这才我觉得还是期待他们，期待别人啊。对啊，等一下要帮我们找到这个情歌接班人了。好，好吧，来来，请坐，哎，掌声再鼓励一下阿哲，欢迎 Musa。哟，哎，哎呦。这个等于是第4个女儿啦，哎呦，没有傻，对对，四女儿。现在这个唱片宣传到第几波了？目前是第2波，嗯，但哎，今天播出应该是第3波了。哦，已经在下到3波，对对对对，应该好好加油。你的唱片总共会打10波，啊，不是10首，10波，每一首每一首都有 MV， 全部的歌都拍 MV。阿娘喂，对，这个天之骄子，你这样开的呢？不要紧，天之娇女，对，天之娇女，三里有一部，带来什么歌？转好快，直接切入。为什么要唱这首歌？每次唱到这，对，每次唱到这首歌，或是听到这首歌，都会想到某任前男友。某任哦，对方是劈腿的。哎，其实算是，但是是分手之后我才发现，就是我把很多。一些线索聚集在一起才发现，嗯，什么？而且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哦。哦，对 ，OK，OK，OK。最大的报复就是让对方看到你现在过得很幸福，对。然后他现在啊，想碰都碰不到，怎么样？来，过火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首歌。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哦，阿哲那个时候好年轻，阿哲。20年应该有吧？有，对啊，哇！哎呦，1995年的歌，你看到现在，哇，这么久了，这样子的，20好几年，有什么需要这个金钱教育的？这首歌有没有必要？要注意哪边？你就想的之前那个让你渣男，对，渣男，渣，就先把他捏死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好，深度的去演唱，好不好？来 ，Musa 带来这一首《过火》。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你的祝福？
知道为什么你要投资这么多钱啊？真的吗？值得，值得，值得啊！值得吗？对啊，还可以吗？哎，非常可以。这一团，这一团投资在他身上，这不包含投资在阿咪老师。阿咪老师已经走回去了，已经回到宝座了，而且默默的好。身影哦，他已经回到他的辅佐。哦，哎，老师觉得还可以吗？有没有把这个歌唱到位了？有啊，尤其是我觉得这个整个编曲，尤其到最后的时候，哦，这让 Musa 发挥他的高音，高音，高音，然后而且有那个摇滚的这个感觉在里面，其实我还蛮颠覆我原来这个是是是的原来的编曲，因为我觉得一直觉得这首歌就是这个型哦，他没有办法已经做太多的样态，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对对对，然后再加上这一支疯狂的唢呐，这个跳哎，然后这一位中软小软，有没有看到？一开始的小提琴太美了，你也是学小提琴，对子安，他就是把这整个歌的那个气氛直接就调动起来了，对啊，重情绪，哎呦，老师这个称赞有加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唢呐我是比较特别，来，哎 ，Kelly's Whisper， 老师可以吹吗？你竟然吹出一张机票，中国南方航空的机票，你这是伪模式啊？怎么会吹出这张机票？怎么会这样？要摸彩的，要摸彩，从哪里出来的？再次谢谢啊 ，Musa 精彩演唱，谢谢几位老师表演很棒，谢谢阿正，谢谢谢谢。那个有一首歌，请老师帮你听，这个米奇老师写的，米奇老师写的，你说的都对，没错，又是 Musa 的新歌，我们现场来一段听听看，好，好，来来来来来。这种
继续多加油一点，好的，然后多参考一下，看看国外的、国内的最棒的演出者，将来一定要当一个跟阿哲老师学习，好不好？小巨蛋好的演唱会，我们就等待你。好，谢谢 Musa， 谢谢。来，丽姐，该你了。我要来唱的是张信哲老师的《我是真的爱你》。哦哦哦，对对对，这边也是跟老师告白，分手一定要听这一首，是是。这歌老师你怎么看？哦，这个歌。口气很重要，口气你要怎么对？因为要先刷牙，好，口气不能太重。不是，就是他每一句都是有一个情绪在，所以你每一句的你怎么去讲这，把这句唱出来，哇，是那个情绪很难控制，你不能很平的，就是只是照着旋律把它唱完。是，好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做了一些改编，给大家 surprise 一下，好不好？带来这首《我是真的爱你》。
他每天精神都很好，因为精神抖擞。抖擞。然后我们怕干扰到他那边的，这个是真的有声音吗？你们现在出声音，我们听听看。怎么弄？哎呦，那我们过去也会出现这种声音吗？我们也可以。是用手。这是音量，然后这是音高。哦，这是前后。前后。对，然后这边上下。超酷的哦，这个叫特雷门琴啊，对，哦，我要，厉害厉害，哎，这稳，前后，老师说在开启它的时候要先召唤它，讲真情话，除了这特雷门琴，旁边还有个手碟，因为还有哎，老师来了，你听听他声音，听听来。超疗愈，内心好祥和的感觉哦，对，很舒服，哇，这个让我们想起那个暮鼓晨钟，有没有？对对，那个啊，像那个特雷门琴，那个就不能在坟场练，不要，被抓走，没有任何乐器。不要在坟场练，先不要。这个真的要跟我们可爱的丽姐说抱歉呐。对，因为你跟太特别的乐器，因为你刚跟这两尊大神一起表演了，我还真没有听到你。那我先走了。你要看跟谁来做，你这比较吃亏。这两个纠正雀巢，我们一直看他呢，哪有人太特别？一直在看国宏哎，学友哥哦，哎，都在看那个。不过真的是这样子，哎，真的。真的是你拍了，谢谢。哲哥也是这样子的，他唱的很细腻。那但是呢，就是真的，因为这两个乐器太特殊了，所以。太抢戏哦，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有点可惜。你下次再来一次，把两个老师先拉上，对，好，先预约下一次再来。好，放心，还是唱很棒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一起来欢迎 Uzi。又叫做白月光，对，今天的改编还蛮大的，我觉得。尤克里林好像也唱过这歌，那个林志炫。哦，对吗？有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，改编过这首歌。对，你知道有很多人都唱过你这些歌吗？对啊，我知道啊。他们都乱偷你的东西。偷啦，就是改编嘛。对啊，好歌大家都想唱。对啊，唱出自己的感觉就没错没错。这首歌超难唱，我是 RMB。哦，你今天是 RMB， 我又回归 RMB。来，直接带来这一首《白月光》。白月光。是你陪我唱，决定为我鼓声，不声而愈，至岁月长长。
醒来之前第一声的早安。当时的月亮照了我们天涯的两端，于是你一直离开我，闯着你我也不说，用笑容迎接岁月长长漫漫，是笑容不久后变冷面，剧情再不愿面对那月光。都出来，太可怕了！哎，那个一举手一投足，变成我们融化在你的音符当中。对，第一个阿哲老师鼓掌走出来。对，来来来，这个改编我自己是很喜欢，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危险的改编。哎，好，怎么说？白月光它原来是一个有点简单民谣，对的思乡的感觉的东西，所以我唱的版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，简单配乐也没有那么复杂，比较端庄的版本。所以大家喜欢这样子的版本，喜欢这么久了，你突然来一个这种大反转，大反转的这个哦，完全 fusion 哦，对对对，它会是一个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选择，就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，那但是也有可能。原来很喜欢这个歌的人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。好，再次谢谢他们的表演，谢谢。来，一起让我们最后做到最后。哎，这一团福恩，这一团不是吹牛的，真的啊！你看看，大人在这里干架，你们跑来这里干嘛？是啊，他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来表演？爱如潮水。哇！啊，为什么今天特别挑这一首？我们四个都觉得很好听。哇，好厉害！赞赞赞！在左顾右盼，马上就选这一组。对，再加分这一句，对，加分。很难抢哦，可能要听完再决定。对，先看看这个原曲啦，好不好？爱如潮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。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不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1993年到现在，因为爸爸跟我说以前那个张信哲老师跟现在周杰伦差不多红。哦哦，再加分，都是天王啊，天王！来，一起来欣赏他们的表演，《爱如潮水》。我想你推
真的太有感，有感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小朋友，因为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很年轻，也是赤子之心的时候，没有这么年轻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听到唱歌就真的回到那样子。你看他一直抬头看你讲话，而且你的妆太白哦，要注意哦。我听他们唱歌，我想到哪一个团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到 Jackson 5。哦呀，哇 ！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，对，而且唱这种经典的歌曲，还能让原唱人经典的一个表演者出来称赞你们。我你这么夸我，先夸你夸陶情狗，你夸陶情狗好啊！你们在那边要讲话，他也很认真，他要看你啊，他很有礼貌哎，看在讲话的人很认真讲话，而且对不对？要礼貌。他弹 keyboard 弹得好稳，对，很稳，很稳。那贝斯手也都很棒。那鼓手哇，打起鼓来太稳了，小大人，小大人，魅力表现非常完美。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阿哲老师说的啊？阿哲老师的声音就是很暖男，很暖。再加分，太会讲话了，你也是暖男，加分加什么分？对呀，啊，你们这个整个编曲都他们自己编哦，真的自己编的？对呀，自己编啊，自己弹啊，自己编的，自己编自己弹啊，然后自己唱，真的很厉害。然后后面还那个一点点 rocker 的 feel 又进来，后面还要转。啊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对，而且他钢琴，你对他有什么意见？鞋子你不喜欢的？他没有讲，不要乱讲。有意见吗？那个我们没有什么，就是。没有什么经验，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常常被爸比打枪。哎呀！不会，还有啥好打枪？你才几岁，也有什么经验？打什么枪？没关系啊，就让你去试嘛。对呀，你看，所以那些 solo 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吗？嗯，好厉害哇！啊，谢谢。哎，这么快就接受他，今天接受吗？接受。谢谢。他礼拜六还留在音乐教室边 solo。哦。所以他们很重视今天的演出了。来，我们今天就这样打铁趁热，送一条金带，好不好？这四组人马都在这里。是的，来，老师，你觉得应该要给谁是青歌接班人？今天每一位的表演都非常的厉害，尤其是不管在改编也好，或者在唱也好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青歌王子接班人。是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最有青歌王子的接班人的味道的是，嗯。就是他们四个啦。哦，就是什么未来的希望？那我们颁给国家未来的主人翁。那你代表接受了哈。好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没关系啊，一样啊。那我真的觉得他们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唱的也好，表演也好，而且太会撩了吧？对呀。帅了，国民小情人。对啊，我看阿哲，然后我能否就是说不情之请，来都来了，干脆唱一下《爱如潮水》。可以吗？让他帮他伴奏，有机会吗？哦，你自己是阿咪老师，长大以后不要变唱。对啊，因为他欣赏一下《爱如潮水》好不好？来，阿咪老师，来，会唱，一起来。